好，谢谢。我们现在宣布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议事日程。议程啊，没有哈。好，那现在今天进行选举哈。先报告了哈。我报告，按照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立法院各委员会至召集委员两人，由各委员会委员于每会期组成时互选。另依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但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之该委员会委员之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行之。请问一下，本次会是否采推选或选举方式？好，确定后好。那因为现在是民进党的党团已经把同意推举书送到我们的委员会哈，那国民党党团马上过来哈。那同时我们外交国防委员会有一位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林长佐，他已经有书面的单子在这边，他也同意用推选的方式哈。好，我们先休息了。好，那我们就同意用推举的方式。单子还没来。哦，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国民党党团的同意书到好吗？好，好，稍休息一下，谢谢。好，国民党党团的推举书也到了哈。好，谢谢。那我们现在就进行下一个程序。选举推选结果，民进党罗志珍。好，那推选的结果哈，好，我们有书面的哈。民进党是罗志珍委员，那国民党是吕玉玲委员。请问各位有没有其他的意见？没有哈。好，那我们就全案通过，谢谢，恭喜两位，恭喜恭喜。希望对我们的议事和谐非常有帮助。好，我最喜欢听这句话，散会。